这张好看，你看这张也好看。你看你这张，笑起来还挺甜的嘛。这张我眯眼睛了，不行，删了。我觉得这张挺好看的。那就留着吧。杜儿，你说谈恋爱都这样吗？瑞哥，要不你谈场恋爱感受感受？你瑞哥现在没心思谈恋爱，我现在只想一心帮老姜分红。他不红，我没心思谈恋爱。都有双下巴了，必须得删。我觉得这张也挺好看的。都好看，都留着。我实在受不了。哎，二位，是不是想个照片？哎，咱能不能回家看？这小子挺贵的。哦。哎呦，肚子疼，我得先尿尿厕所。老姜，今儿这安排还可以吧？嗯，挺好的。说正经的呢，还行吧。这样一来，以后给老姜安排通告，肯定特别配合我。我问你啊，你最近跟江南有什么新动态？我们一起拍了一个写真。写真？嗯。江南拍宣传照了吗？我看看。我的天哪！你们拍了婚纱照？嘘！你们这假戏真做，做的比真的还真啊！我们这个就只是工作，是为了配合他歌曲的二次营销。你可拉倒吧，工作照发朋友圈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发朋友圈，你看看，可甜了。大林，你能不能把你那手机铃声换一下？太破坏气氛了。我的吗？你怎么了？换就换。我说大哥，你别笑了，你那嘴都咧后脑勺去了。咱能不能先想想明儿中午橙子父母结婚纪念日，作为合家欢正式开张的日子，我怎么办呀？你这岳父打了不下仨电话给我，说我明儿中午一定要到。那就去呗，我继续当我的好女婿，你继续演你的包总。说的还挺轻松的，我演砸你可别怪我。我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件事情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嗯，又干嘛呀？回头你就知道了。嗯，赶紧接橙子去啊。姐，您别喝了，咱早点休息吧。啊，你过来，你看我，我好看吗？好看呀。那我和之前有差别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您和以前啊一样漂亮。骗子。姐，哎呀，走开。为什么要跟那个豆芽菜拍婚纱照？明明那个人应该是我。为什么？徐老师，
今天有一位特殊的客人，点名要上你的课，我带你见一下。你好，徐老师，我可是千里迢迢慕名前来的。那你先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嗯，先休息一下。顾佳怡为什么会找到我？是因为江南吗？那我到底该不该教他呀？不教，目前没有别的学生了。要是教，江南会不会生气啊？算了，别多想了，赶紧上完课，好去合家欢庆祝爸妈的结婚纪念日。我今天是太高兴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儿没你的活了。好。你这人。徐大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偷藏私房钱的事儿我还没给你算明白呢，你又问我要钱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哎呦，媳妇儿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懂浪漫呢？这叫比心，比心。这不是要钱吗？要钱吗？这不比心。这，这，给，给我的？那当然了。这个可是我藏了好几天的私房钱给你买的，哎，财力有限，只能给你买个磨桑石的。哎呀，我以前就想啊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给你买一个大钻戒，让我媳妇儿美美的。哎，哎呀，年轻的时候啊，你跟我受苦了，咱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别人有的，你必须有。干嘛呀你？快着快！哎呦，讨厌！江南，江南，这有有你！叔叔阿姨，要不你们先忙？哎，别，我们不忙不忙不忙！来，不是，你戴口罩干嘛？哦，今天是合家欢的大日子，我还是低调点好。哦，对，明星都这样啊，都这样。就是。程程呢？还没到吗？哎呀，快别提了！刚来电话说秦航临时加课。哎，你说这孩子这么大喜的日子，也不说请个假。就是，哎，不管他了啊。第一次上课，不太了解你的情况。你学琴是因为……啊，我之后要演的一个角色需要会弹一点钢琴。一听说要学钢琴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徐老师你。你还是叫我许多成吧。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也别见外了。我叫你程程，你叫我佳怡。好，佳怡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学。嗯嗯，首先呀，我们要尽量避免手指甲盖碰到琴键上，手呢拱起来成半圆状，手指这样轻轻地落下去。其实，之前我和江南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教过我，他也像你一样坐在我的旁边，手把手的教。但是如果基础没有打好的话，后期可就不好纠正了。没关系。反正也是拍戏需要嘛，镜头里看不太出来的。你的演技那么好，肯定不只是想要做表面上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而且镜头里呀，一个细节处理不好，就会很容易穿帮的。你和当年的我呀，还真是有一点像。嗯，对了，江南最近还失眠吗？他呀，他睡得不知道有多好，每天一沾着枕头就着。而且他睡觉也太不老实了吧，打呼噜、磨牙、踹被子，真的是要被他吵死了。是吗？哎，下面我宣布，合家欢正式开业。非常感谢老顾客的光临，今天所有的菜品全部八折，各位有请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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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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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
这位就是包总，我们何家欢的大贵人。快快快！哎呦，包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太谢谢你了。包总，人家是玩投资的啊。哦。那个实力雄厚啊，背后有个什么？有个基金。对，基金有基金的。青年才俊啊！包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，江南。哎，看，一表人才，著名歌手。哎，平时写写歌，还能唱唱歌，不是我吹啊，很有才华的。哎呦，幸会，幸会。哎，这江南啊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敬包总一杯，算认识了啊。好，那个包总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江南啊，他在音乐圈里很厉害的，很有才华。哎呦，是吗？小伙子，你看看你岳父多用心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了，包总，别站着聊了，快进去吧，进去聊。而且，不是你们这是，你，哦呦，叔叔你好，我叫展之琳，我也是程程的追求者。啊？这，哎呦，你看这。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？又见面了。你们认识？干嘛？打起来了？打什么打？打起来能没动静啊？缺心眼啊你！干嘛？过来，过来。干嘛呀？你就说这江南呐，太可怜了。我本来打算找这个包总啊投资的，包装包装的，没想到遇上一个横刀夺爱的。这包总对他能有好印象吗？你净瞎操心。切，江南呐，长得帅，有才华，著名歌手。哎，这个姓展的长得也好啊，看他的穿着，看他那打扮，也不是个一般人。我一直以为咱们家程程啊不好找对象，我真是没想到咱们家程程还是个抢手货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啥面子不面子的，关键是咱们女儿得喜欢。行了，别偷听了，我去帮大林去了，她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哎呀，别听了，我去，快走吧。程程也真是的，到现在也不来。何家欢这个店不大，茶却不错。展之琳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这个游戏变得有意思了。我从来不会把许多者，还有他的家人当成游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我来说，都是值得珍惜的人。我不允许你用任何方法伤害到他们。他们是你珍惜的人，那我妈呢？我妈也是我珍惜的人，可她被你们害死了。你要有什么怨气冲我来？你到底怎样才能放过许多城？我不会放弃许多城，我就是要你每天担心他，我就是要你不高兴，但是又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展之琳，抱歉啊，耽误你吃饭了。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吧？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我猜应该谢谢你吧，那么认真教我钢琴，而且你还那么便宜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课时费那么便宜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只要有收获就行。对了，我今天来学琴的事情你就别告诉江南了吧，他这个人心思重你也知道，我怕他又误会什么。嗯，我不跟他说。爸，是我。程程，打你电话半天你也不接，这开业你也不来，你干嘛去了？在哪儿呢？爸，我上课不方便接电话，而且刚刚我淋了雨，换件衣服这就过去啊。不是，
你找个人借个电话，你也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！你想急死我们呢？爸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过去给您赔罪。行，哎，江南刚走，说有事儿，你替我谢谢他。啊，好。哎，许大强，干嘛呢？你在跟谁打电话？后面都忙忙的不行了，快快快，赶紧的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妈叫我，我先挂了啊。啊，拜拜。嗯，欢迎光临。您稍等啊，马上。吃好了，慢走啊。哎，嫂子。哎，小杜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南哥说这边忙，让我过来帮个忙。谢谢啊。那我先上菜去了。嗯。爸。哟，姑娘，你可来了。我新做了一道菜，你尝尝。你尝尝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怎么样？咸了，淡了？不是，你倒说话呀！好吃，这个再给我吃一块。那就好，可不行再来一块，但是给客人炒。我让爸爸回去给你炒啊。那我出去帮我妈忙了啊！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哎呀，啊，咸了，淡了。哟，展公子，今天怎么那么有空，约我来喝咖啡啊？顾佳怡，你找许多城到底想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。你找谁教钢琴不行？为什么偏偏找许多城？还是在？今天来我们饭馆的那个小展，他是不是在追求你呀？哪个小展？就展之琳。他呀，是我琴行的老板。哦，那你跟妈说实话，他是不是有点喜欢你啊？还跟我们说他在追求你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没我的事儿。是吗？闺女啊，妈也是从你这个年龄过来的，那些事情妈也都懂。看我们家程程长得这么漂亮，这么可爱，有人追这是好事儿，妈也特别高兴。不过程程，你现在跟江南在一起，你就要对人家一心一意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放心吧。
孙医生，豆豆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也知道这个病，我们都在努力。还有你，伊达拉凤一定要定期注射，不能耽误。无论我怎样试图不要去想，可这就是我的未来啊！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。这。他不会是药。成长，这花是买给你的，都是你喜欢的。江南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我打算明天搬走。成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？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和包大人一起去找。我是觉得，你之前绯闻风波都已经平息了，我们的合约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你放心，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上去了。许多成。我承认，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那份合约，但是现在那份合约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们不要再去想那份合约了。还有，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还钱的事情了。其实，我今天是想跟你说，我不喜欢你。许多成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喜欢你，但是只是歌迷对歌手的喜欢，并不是现实中的你，我们一点都不合适。你起了。你在我门口待了一夜。我不敢回房去睡，怕你收拾东西，悄悄的走了。别这样。
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如果你觉得我们两个之间还需要磨合，我愿意为你改变。你不用为我改变，我真的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喂，包大人。哎，程程，老姜在吗？他电话没人接，你跟他在一起呢吗？你等一下。是包大人。喂。疗养院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，你也不接，都给我打过来了。疗养院的地址被爆出来了，现在一堆记者堵在疗养院门口，想采访你，赶紧过去看看。知道了，我要先去趟疗养院。是不是阿姨出事了？你在家等我回来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现阶段对你妈妈很关键，她偶尔可以认人了。如果再受刺激，会前功尽弃。要不先给她换个环境吧。医生，我妈之前跟我说过，她想回老家，您觉得可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新的环境最好是她熟悉的环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，这段时间也给您添麻烦了。不客气。董事长，芝林最近在忙什么呀？展总最近常让涛涛去疗养院。什么？把他给我叫来。展总下午就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没说。现在给我备车。是，董事长。江南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还嫌害我妈害得不够惨吗？你还嫌网上闹得不够热闹吗？啊，我也是刚知道消息。他很好，你不用担心，可以走了。我能远远的看他一眼吗？不必了，请回吧。江南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一直努力想缓和我们两家之间的矛盾。我想，这对你妈妈也是有好处的。你不用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妈连我都不认识，更不要说还会不会记得你。所以你做的一切，都只是徒劳，只会增加你我之间的痛苦。那，能把这束花带给你妈妈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有话说。江南妈妈疗养院的地址是不是你报出去的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？过去的事你就让它过去吗？过去？怎么过去啊？这事我告诉你，永远都过不去。咱们家大明星回来了吗？姑姑。老公，这是谁呀？嫂子，我阿霞呀，你老公的亲妹子。阿霞，阿霞，你怎么这么老了？你的大辫子呢？姑姑，没事的，慢慢来。哦，对了，忘了给您介绍了，这位是许多成。您好。好，这姑娘长得俊俏。姑姑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
哎呀，你看，光顾着说话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先把东西放进去。一晃十几年了，第一次回来。这个是你小时候吗？这个啊，是我三岁的时候。真可爱。那这张照片呢？好像是刚上小学的时候。还戴着小红领巾呢。哇塞，你得了好多的奖杯啊。那当然了，小的时候我妈发现我喜欢音乐，然后就喜欢在舞台上唱歌，所以就经常带我去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。你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吧，从小优秀到大。那既然我这么优秀，你真的不再重新考虑一下吗？这些照片是不是应该收起来，别被阿姨看到了呀？是啊，还是你想得周到，我们快收一下吧。这是我爸，叔叔一定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吧？应该说，是天妒英才吧。我爸虽然走得早，但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活着。楠楠、程程，吃饭了。好的，姑姑，马上就来，我们快收一下吧。嗯。哥，江南带他妈妈回老家了。喂，徐多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不在新海市，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吧。徐多成，难道你真的为了他，你命都不要了吗？我反正也没有多少自由的时间了，我不想留遗憾。你，彩云，我先去洗个手，你自己吃啊。嗯。太阳晒久了，一起来容易头晕。程程，你先去房间休息一下，这儿我看着，没事的啊。好，谢谢姑姑。嗯。你吃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维 C。我也吃一个。我这次来不知道待几天，没带几片。这么小气啊！我去药店给你买瓶新的不就好了？我只吃这个牌子的，药店买不到。你怎么了？江南，如果……如果我……